咁多位青協讚好校園嘅同學仔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業坤坤哥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咧就係考試啦嘛。咁應該咧點樣去舒緩你嘅壓力呢？咁其實我覺得咧温書嘅時候係必須嘅。咁但係點樣温書呢？其實應該有一個適合嘅時間表啦。咁去分配每一日究竟温啲乜嘢，咁去完成咗自己分配俾自己每一日需要完成嘅東西咧，你就會好有滿足感噶啦。我覺得啦嚇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有時候可能真係温到攰啊，咁其實你自己唞下、休息一下都冇問題嘅。唔好因為可能去做運動啊，或者去打遊戲機咧，會有罪惡感，因為即係工作是工作，遊戲是遊戲。咁我覺得咧，一啲適合嘅時間分配咧，就係對自己非常之好噶啦。咁各位同學仔，俾心機。